在这个影片会教您如何使用设定档管理。登入商务管理系统，点选设定档管理，会看到设定档列表。点选建立设定档，设置每个功能的使用权限，接着按下一步。点选选择群组，再选择您要指派的群组，按下确定，画面会出现您刚指派的群组名称，请点选储存并发送，再按下是，就会派送设定档到您设定的装置咯。指派群组数能查看有哪些群组套用了设定档，查看记录里可以看到设定档发送记录及详情。设定档管理基本教学就到这边咯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